大家好，我是 Kenny。 我第一次在台湾推出的书，那面有很多除了我八年来的茉莉的所有的立体的作品以外，还有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我创作背后的一些秘密啊，或者是一些小故事的东西。第一次在台北办的一次展览，大家一定要过来看看。